早安，现在是早上7:10。每天都很准时。7:10，多云27度，天气非常的好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四分卫的起来。四分卫好听的起来送给你。叫彤彤起床，他好像已经起来了。早上起来了，不用进起来吧，我来拿一下衣服。今天穿运动服，好乖哦，动作好快哦，今天完全不赖床。我来准备三明治，本来今天要吃蛋挞的，房东说想，昨天我们吃完饭去便利商店，经过便利商店去逛的时候，房东说看到了这个 Seven 的爱真实，他想吃这个，我们就还是决定买回来。最近好像不是买 Seven 的这个爱真实，都没有买到全家的友善时光，连续买了好几次。这个也不用烤了，就是冰冰的吃就好，42元一个。不过彤彤说他想要吃到两种，但是整个他又吃不完，所以把它切一半。像两种都吃得到，小小的精致精致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很不错，两种都有。
他说谢谢了。哇，从那边好快哦，衣服穿好，而且你把墨镜挂在前面，你是看到我那样挂，你觉得很方便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帅，这样挂很帅，对不对？哎，刚好他歌唱完了，我直接叫他播五月天的好了。小爱同学，五月天的《恋爱 ING》。好，五月天好听的《恋爱》。我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有做游戏的想法咧。我本来不是想说要做那种冒险的 RPG 类的吗？我记不记得？可是因为那种都要做比较久，那种算是比较复杂，一做下去就是好几年。在那之前，如果我想到小游戏的点子，我都是一直抱持开放的想法，想到就可以做，就可以先做，就是快速的做好就可以先出，也很好。然后当作练习熟悉游戏引擎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碰了嘛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。可是我一直苦苦的想不到什么点子，可是我今天早上想到一个很棒的点子，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。就是彤彤，你不是都喜欢每次去外面，你都喜欢玩那个足球台做那个或是弹珠台那种桌上游戏，你记不记得？可是爸爸都说不能买回家，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能买回家？因为很贵。价钱是一个原因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家里的位置怎么样？很不行。对，因为它都很大，很占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小游戏啊，就不占位置啊，可以用 iPad。知道，你应该是想做运动大会之类的。就用 iPad 玩，就是可以把它开出来，然后两个人这样拿着玩。我没办法玩，因为我要这样转。我不玩 iPad。哦，如果是把它做成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撞球台，就是控制足球台的，没有棒子在滚来滚去的，把它做成在 iPad 上面玩，我觉得就可以，因为你就是等于你在玩那个桌上的游戏一样，在那边滚，然后或者是弹珠台，你可以这样子控制。弹珠台很好做，这些小游戏都是很简单很好做，就是简单的物理碰撞。用游戏引擎内建的物理碰撞的效果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出来，而且它好做的原因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都是局限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，那个运算都很简单。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，主要就是美术跟 UI 的界面要做的精致，然后一些那个叫什么，哇，太久没有讲那个专业的术语要怎么说，熊熊想不起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要 juicy， 他那个要做的 juicy 的中文叫什么？我可能知道意思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。juicy 的意思就是你的游戏里面的所有的物件、所有的东西，它的运动效果都要就是渐有，就是慢慢的增快，就是要符合现实生活中的那样子。你要慢慢的增快，慢慢变慢，然后你撞到东西的时候，镜头会摇晃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中文叫什么 ？Juicy。我熊熊想不起来中文叫什么。反正这个东西很好做，真的要做的话，应该一到三个月就可以，一个月就可以把甚至几天内就可以把模型做出来，就可以把一个简单的效果做出来，然后花两三个月去把它打磨，把这些 juicy 的效果打磨出来，打磨好，就很好玩，然后又不占空间，就是小朋友在家里想要玩那种大型的那个美式足球台，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吗，彤彤？那个美式足球台，那不是美式足球啊，就一般的足球台，你可以控制那个转棒子。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吗？对啊。我的袜子怎么不见了？奇怪，我刚刚不是放在这吗？
是不是彤彤又帮我恶作剧捣蛋，帮我收起来了？又在那里？又在那里啊！第一个啊，哎，第一个没有啊！哇，你躲哪么里面了、啊？哇啊！就像我昨天帮你收那个水壶一样，对不对？有寻宝的感觉吗？捣蛋加寻宝，对不对？小爱同学，停止播放，不要播了。我们先听歌。我们昨天是吃完早餐再跳舞的吗？还是先吃早餐？我也忘了。先跳舞再吃早餐吗？先跳舞。先跳舞。慢慢肚子痛。好，我们赶快，我们先跳舞，跳一次就好。嗯，等一下哦，你帮我把那个冰淇淋桌往这边移一点，位置才够，帮我推过来，帮我推过来这里。我们来练舞，好，练习一次再吃。然后跳一遍很快，一遍只要一分半钟。来，在这里，这是林老师。好，一人对。以为你还在襁褓中安稳沉睡，却见你却怕却战却自己穿鞋。因为你小小的手还依赖我来舔，但一转眼你却已抓住我的神仙。先发现衣服一件件缩水，身上的裤子缝了一道结。有一天发现你抱着受伤的我，紧握脸给我安慰，舍不得你长大，还是要放手让你飞。小小的脸蛋，未来的希望无限，舍不得你长大，还是要放手让你飞。你是我用生命灌溉的花蕾。然后就要循环第二次了，好、嗯啊，吃早餐，早上练一遍，晚上练三遍，一天练四遍。你想再一遍吗？你想再一遍吗？你想早上练两遍吗？好快哦！你想练两遍吗？还是练一遍就好？7:24了，早上练一遍就好。哦、嗯，啊，晚上洗澡前练两遍，然后我们吃早餐。妈妈也起来了，好吗？吃早餐了，我可以继续播，我们可以听歌，嗯。我们可以听歌，我用手机播，嗯。又是广告，他连续两个广告。可是某某这支影片很短啊，才3分41秒，他开头连塞两个广告，有可能。3分41秒的影片连塞两支广告，就有点多。那这边灯没关。装安稳沉睡，来吃吧，同学。昨天说想要吃到两种口味，你看我帮你变了两种口味。头底三明治，对不对？爸爸为什么就那个三明治那么厉害，可以中间都不混合料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变成？而且有一条直线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是因为我切开它。有没有？这样子你又小小的很精致，又。两种都吃得到，是不是？你先吃尾鱼的，我也跟你一样。
长头发。在哪里？你手上。没、欸，真的耶。谢谢你提醒我要帮他吃头发了。啊，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啊，爸爸早安，爸爸我爱你。如果你把你的眼镜放在胸口，你就要小心不要去压到，要不然可能会刮伤或是撞坏，知道吗？早上跳一遍，晚上跳三遍，一天跳四遍，这样可以加快学起来的速度。可是我有个问题，学校是只跳到那个中段的地方，还是他会循环跳第二遍？我再请教一下老师。然后刚那个游戏点子你知道吗？就是我 iPad 不是很大台，或手机其实也可以，把它做成是可以玩你想要玩的那个足球台，好吧？然后在家里收藏就不放地方了。我不想买的原因就是除了，价钱其实不是主要的原因，当然它可能有的大的很贵，那个一个桌球台很贵，可是它很占收纳空间，买回来家里没地方摆，就像我讲的、啊。可是这个游戏它其实很好做，因为最近 Switch 有出那个嘛，世界游戏大全51，它就是它的概念也是把实际的桌上小游戏。象棋啊，什么西洋棋、五子棋那些，通通坐在那个一片游戏卡带里面。那我想说，我们通通喜欢玩美式足球台，我不知道世界游戏大学有没有收录这个，可是小朋友喜欢玩的这种桌游很多。然后，你有大概是几吗？嗯？你有大概是几吗？什么大概是？我是问你有没有大运棋？大运棋是什么？你这么说，有啊？你说我没有带运气，带运气是什么？我是说大力士棋。哦，大力士棋哦。哦，你说那个游戏有没有收入大力士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说他收入了51种有小游戏，比较热门的应该都有吧。51种，连日本的什么花牌啊都有，台湾比较不会玩的，日本的很流行的。降气压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很特别，就是你输了可以翻桌。有些人输了不是生气吗？对不对？他就把棋盘翻掉什么的。我把那个翻掉。它被广告了。好了。因为刚刚有音乐太吵了，所以我听不太清楚你讲话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吃了，我就拍到这边啦，这一次要上学了，拜拜。好苦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一次要上学了。